第一个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哦，101年，那特别说它的号码就这个范围，所以如果我要算一号开出的号码，就用什么？刚刚最近使用过的 ，conif range 的话就是101年嘛，就在这里，然后它的范围呢就在哪里？哎，有点难选，向右、向下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选比较 OK 的话，就是先选横向7个号码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来往下拉。不过建议不要用滑鼠，一定要记得一个快速键叫什么 ？Ctrl Shift 向下。OK， 这样就大功告成。你千万不要用拉的，很容易过头，而且会很容易做错。哦，然后呢，条件的话是什么呢？条件就是一号，按个确定，哎，就出来了。那你还要向下填满，所以要锁起来。不过呢，我强烈建议各位哈。如果你这个范围哦，假如说是跨工作表，也就不在同一个工作表的话，而且这个范围很大，我强烈建议你要把这个范围用定义名称的方式给它一个名称，然后配合 F3。哎，那怎么做？特别说，很多人可能对定义名称哦不了解，甚至没用过，哇，那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Excel 里面很多像这种东西，跨工作表，然后大范围。如果你不会用定义名称，你真的会很头痛。所以我很常看到有些同学寄给我的一些问题，我说你这样子哇，难怪你这个问题永远解决，因为你根本不会用定义名称，所以你那个范围永远有问题。所以怎么做呢？我跟各位讲哦，这个 OK， 但是请你记得把它改成用定义名称来完成，会简单很多。怎么说呢？一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那如何定义名称哦？一，请你先把刚刚这个范围有没有，先把它选起来。那选的方法这边就一样，向右 ，Ctrl Shift 向下。好，这个范围以后呢，就叫做什么名称？上面这边有这样名称方块，比如说这个名称叫101哈。不过特别说它名称哈，不能用数字开头。所以前面加两个字好了，也许叫什么开奖101哈，哎，跑掉了，我在这里，哎，这里哈，叫开奖101。记得哈，你输入完哦，一定要记得按 Enter， 好，以后这个范围就叫这个名称了。那102年也要照着做，所以这边一样， 102年我们一样先选横向的7个号码，然后 Ctrl Shift 向下，给它名称叫开奖 102，Enter， 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哎，我们这个名称放在哪里啊？记得啊，在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会多两个范围，一个是开奖101对应到这里。开奖102对应的啊，将来你也可以删除或编辑范围，可以修改。OK， 那可是怎么存取它哦？特别说这个地方哦，一样用 conif， 以后特别注意这个 range 哦，我们就不用选了，也不用切，也不用管它在哪里，你只要记得一个快速键叫 F3， 开奖101出来，你就只要用选的，按确定就好了，而且哦。更好用，更好的地方就是说，第一个它名称变短了，第二个呢，你也不用管那个要不要锁哪个列的问题了，因为它固定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是跨工作表，而且是大范围，我强烈建议用第一名称。好，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按确定。好， 17个，那向下填满，也不用锁，这样都 OK 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它的几率是多少？所以你就除以什么？开奖101里面哈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什么复制这个公式贴到后面去，把 if 拿掉，叫 count 开奖101有没有刮胡就可以了，打个勾有没有，这样就算完了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哎，帮我把它出现的次数除以它这个所有的号码总共有多少个？哎，几率算完了啊。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，不过呢哈会有个问题，哎。这个怎么出现零点？你这样看起来很不舒服啊！我希望哦，显示出来是1万次出现几次啊？万分之多少？有没有？万分一万次出现几次？
这样会比较清楚。可是问题按右键哦，出征个格式好了。哎，有没有那个万分之多少？哎，用分数，分数看一下有没有？这只有16，有100。哎，1/100，2/2，我要10000呢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前面讲过，没有10000啊，有100，那怎么办？试定，有没有？100加2个0不就好了？ 哎，万分之245，哎，按确定，哎，这样看起来向下填满，哎，有没有舒服多了？马上感觉哦，10000次出现的次数 ，OK， 那102年怎么做呢？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因为如果你定义名称，有没有？那它会有个好处，你把公式贴上之后，怎么样？把它改什么？102改102。 打个勾就好了，向下哎，不，还有呢，你可以把什么，把这个复制格式改过来，你不用重做了 ，OK， 向下填满，这样就 OK 了。101101算完了，好，那哪一个最多？两年来这个等于什么？把两年加在一起，等于这一年加上这一年，排名，哎，谁最高？ 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可以插入函数，用那个什么呢？统计里面哦，排名的话用 rank eq， r 开头那个 r， 好，这个 rank 点 eq 这个，好，然后呢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哈、哦，它会问三个问题，第一个你的那个合计结果在哪 ？number 就指的是合计结果 ，ref 一定就是 reference 参考，哦，也就是说。 那你要跟哪个范围去比较？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整个，所以游标放这边 ，Ctrl Shift 向下。不过其实这边也可以用范围了哈，只是说好，那记得把2跟43锁起来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向下填满。好，按确定，那这边就快速点两下，排名就出来了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哎，哪个？ 应该是什么？哪个几率最高呢？这个第二名哦，21号。哦，然后第三名28号，第一名34号。哎，所以哦，这些号码哎是第四名。不过其实啊，因为这样不好阅读，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？最好你干脆帮我把这个号码哈、哦，如果是前7个号码，因为等一下刚好下课之后经过投注站，就跟他签7个号码。那我需要7个号码，所以你最好的方法怎么样？ 干脆直接告诉我，帮我把那个，哎，如果这边是小于等于7的话，帮我把这边加个黄色底色的话，哎，怎么做？几个方法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、新增规则。第二个方法，如果你不用这个，你可以写 VBA 嘛 ，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43列 ，if 什么呢？ if 依栏的这个值如果小于等于7的话，把它同一列的 A 栏的底色改成黄色，所以程式应该算起来 for 一个回圈 ，if 一个逻辑，然后再一个底色，哎，5行搞定，可以这样写，或者你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，不过我反而发现这个好像这个反而比 VBA 还困难一点。 所以待会也许你们试着可以想想看，那好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我把重点回顾一下：一，请各位哦，先把这个范围给一个名称，这个范围给个名称。再来的话呢，加上用 CONIF 除以抗者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再用什么按右键，出征格式里面哦，加2个0就可以。分数找到100，然后加2个0 ，OK 好，然后。 再来，最后用那个 rank 点 eq 把它做排序哈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那再来后面呢？当然，我如果希望哈，可以做出什么？哎，做出就是那个帮我把前7个号码，好，前7名的号码哈，帮我那个号码的底色变黄的，这样也方便我去观察哪些号码。否则的话，当然很麻烦。 我还要一个一个去找到，然后还要再自己这样，那不方便哈。
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可以什么很醒目的提示我一下 ？OK， 好、哦。